他有点，这一点攻击太痛了。好绝望说不定我们要复活。再一次，我发现还有一件事情，那种复活我们的气，那些气是接续的，现在比较多气了。好，认真来一次了，认真。哎呦，这个很烦，哎，这也是重，不太行，打到怀疑自我，气都满了，我们气都满了，我们气都满了，可以了，开着伞，可以了，看他。
哎、欸，我在爬起来的过程呢、欸。血不多了。What a horrible monster. This is revenge for the sentinels. All right then. Let's get back to fixing this tower. 我竟然用很多反弹枪，反弹枪可以有点破塔防的那种概念，还蛮关键的啊！打到虚脱，啊，好累啊。啊，那个要惩戒术有一些好快哦，我太老了，我太老了。那还有那个不能接的两次冲，他那个设计也很恶意，就比较慢的攻击，你一直躲就会反而被打到，烂透了。那唯一的优点就是复活点很快。马上可以再打。All systems clear. Solar tower status normal. Reboot successful. 没事，人过就是湖。也暴气的招式，那个狂冲感觉很有料，但他后来他也是有攻击。Great. 就一开始好像有。以为打失衡的感觉，然后后来也没有，怪就开始继续打，累死，没事，过了，先不要好了，没错，对啊，在那。我们这附近的营地也可以再看。想要确认一下我们的，来打嗝了。上面有东西，
利用飞行机器人。兄弟，我要利用你啊！哇！先踩栏杆再上去。剑心绝对是一款魂类不跑酷游戏。休假服装小百合的。啊。原本的比较好看。对面还有，喂，啥意思？OK， 气死！哦，是不是装个水？打 WB 哦，满满的，可以。就还好，刚刚没有去回报任务。我这就要重新跑，啊，太累了。现在也要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附近路灯有东西。哦，有。我没办法继续走下去了。我要去营地，我要补血量。我要救救我自己！怎么这个底下还有人类啊？拜托你快走！走反了是不是营地？我找到那人类，我是为了那个人类而来，很明显吧？
有了。